生长是改变的开始。当暴雨将至，大水将洗净一切。发芽、生长，种下艺术眼睛的种子。而改变的过程，帮助我们触及更多的可能。我们试着想象，试着改变，试着连接过去与未来。发芽，生长，生长。未来已不再是想象，我们的想象终将成为眼前的景象。我是宋博伟，2023 Arts Nova。